大家好，我是曼曼。之前呢，其实去年有那个，就是用日文拍几支影片，就是上传。但是呢，就是其实我自己拍了之后，就是自己也看了好几遍，但是真的是日文太烂了，所以决定今年开始呢，就是用中文拍影片啦。那为什么想要拍影片呢？其实因为像现在，其实大家都知道武汉肺炎嘛，去年真的是很惨。对，那今年新的一年呢，我就是想说，用中文就是也记录自己的生活，然后也让自己在台湾的家人和朋友，就是看一下我现在就是生活的状况。然后想说，就是今年开始，就是开始努力拍影片上传，就是日本的生活。对，那现在呢，就是毕竟在家里的时间也很长，那毕竟大家都呼吁不要外出嘛，所以就是有很多拍动画的时间，很多拍片的时间。那所以就是今年就是有一个新的挑战，就是要努力上传我在日本的生活，让大家看一下。虽然在日本生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，但是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在日本到底过得好不好，那日本生活到底怎么样。那希望呢，就是对日本啊，或者日文啊，只要跟日本有关系的朋友有兴趣的话，那就欢迎追踪我。那今年也请多多指教啦。那先这样，下一次见了，拜拜。